二十二十二十規則。其實二十二十二十規則是什麼來的呢？意思是我們每看二十分鐘的近夜要望二十尺二十秒這解。為什麼要這做呢？因為其實我們長時間看近夜呢，會令到我們眨眼的次數下降，眼乾的情況會更加嚴重的。所以為了減低眼睛疲勞呢，我們要多加休息。